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名人站咪咪。今天跟大家介绍 Fendi 的款式。这款 mini 的水桶包，它是用了黑色的小牛皮去制造的。你望清楚一点，你会看到它袋身都会有个 FF 的印的 logo 来的。咁呢一款設計咧，佢就有兩條帶，咁第一條帶咧就會係比較短啲嘅，咁啊可以放翻嚟手玩或者手拎。咁另一條長嘅帶咧，都可以拆卸，咁你可以做斜孭嘅。雖然佢條帶係冇得較長短，但係佢個長度係啱啱。望落去佢雖然細細個，但其實佢都好快到嘢嘅。咁俾大家望下佢個上身效果。中意嘅可能你们试揾我，或者加我以下嘅联络方式。